在图书馆里拍照，在喧闹着。这位大妈还在搞直播。老年人的活动，我不知道是参加活动的这些老同志他们的行为，还是说其他的读者自己的行为。新馆嘛，它肯定是建筑比较有特色，但是这也不是说是你那个来打卡呀、来直播的理由呀。我们肯定会加强这个巡逻，加强管理，遇到这种事情肯定会及时的制止。我们就建议，就是读者如果看到不文明行为，可以跟我们的管员反映，让他去制止去。如果管员制止不了，我们还有保安可以去制止。